开始咯。妹，你有看到吗？然后我就帮你用久一点。OK， 那我要开始咯。妹，你有看到吗？明天我带你来打。某某不行了，对，这个比打针还痛哦。再来了。我打的时候，然后你不要动。很高嘞。我过来这边好了。中间热的。对。好。好像打猪耳朵一样，打完了。姐，快看。妹，你看下你的耳朵。会痛吗？没有想象中的痛，类似你那个打那个猪耳朵那种脆脆的那种咔嚓那种。你了解吗？那猪耳朵会碎掉哎。好，姐姐别再说了。很漂亮啊。耶、yeah, ，好不好看？好不好看？姐，你老实说好不好看？我觉得这钻要大一点。之后换钻的时候。之后换钻换大一点。对。我会留一点空隙给你，因为要给你那个滴消炎水用。好的。姐，你有在看吗？你的有啊。荧幕都已经，你一直在看小姐的手。啊、好了 ，OK。不痛。那、啊、我拿镜子。就是，蚊子叮一下吗？没有，比蚊子叮一下还没感觉。还是打针呢？你跟抽血比起来呢？跟抽血比起来，这个比较不痛，打针真的很痛。行，你要不要试试看？明天是什么？我要去看。好了 ，OK， 就这样子。